友，你哋好啊，我系乐乐老师啊，欢迎嚟到私家操呢个节目。今次我哋呢个节目咧，系利用一条毛巾就可以做运动噶啦。但系咧，我哋做运动之前有少少嘢要准备嘅。首先就系一樽水，补充水分。第二咧就系一条毛巾。第三就系确保家居嘅安全。另外咧就系如果你觉得做运动嘅之前咧，如果觉得唔舒服咧，就要休息啦。OK， 好啦。我哋做运动之前是必须要做热身和拉筋的，避免运动时候受伤。首先我们就原地跑，好令到身体很热的，保持呼吸，做得很好啊你们。之后我们做一些伸展的动作，首先将你的手放在你的耳朵上面，好，另一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拎起你的手，摆在左边，微微咁样有少少拉扯的感觉，好，到另一边，到腰部，好，到左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提起你的脚，如果你做不到可以按住张台或者张凳，好，向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右边尽量保持平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做得很好，我们开始了。好，我们拿一条毛巾，毛巾的长度和你膊头长一点都 OK 的了，好，伸直，然后将你毛巾箍在条颈后面，保护你条颈的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就将双手微微向上，头仔向下，你们会感觉到条颈是被条毛巾保护住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来多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慢慢落回来，做得很好、哦、好，现在你们平时有没有跟妈妈一起做家务的？我们不如帮妈妈抹台呢，好，我们首先就将它做一个大圆圈，要抹得很干净的、哦、我们由左边开始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记住保持呼吸啊，我们向相反方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做得很好、哦，你哋热唔热啊？不如我哋去冲凉咧。好，首先咧，将你嘅左手怼起，然之后咧，右边嘅手拎住另一边方向，我哋咧伸直去冲凉，要伸得好直噶、哦。我哋双脚要埋微微擘大，保持平衡。开始咯、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慢慢落翻嚟。好，到右手拎起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做得好好啊！你哋好之后咧，我哋就你哋咧，记唔记得香蕉嘅形状系点样噶？好，系半圆形噶、哦，系咪半圆形噶？好，我哋由右边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上翻嚟。到左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哋做得好好、哦、之后咧，我哋做脚部嘅运动啦。好，首先咧，慢慢提起只脚，然之后将你条毛巾箍喺你嘅膝头哥下边，尽量将你的脚步提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落翻嚟。好，再做多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做得很好好、哦、到右脚了、哦、慢慢将右脚提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落翻嚟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
做得很好喎、啊。好，然之後咧，我哋舉高你嘅雙手，然之後咧，我哋好似坐凳咁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做得很好。好，之後咧，我哋做拉小腿嘅動作，將條毛巾接住佢，然之後放上你哋嘅小腿夾住佢，叉住條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做得好好，嚟多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哇，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！好，不如咧，我哋重新再嚟个，好冇？记唔记得我哋第一个动作系乜嘢啊？好，我哋首先将条毛巾箍喺条颈嘅后边，保护住你条颈，微微向上，头仔耷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帮妈妈做家务了，抹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抹得干净一点，右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你们做得很好、哦、好，之后呢，我们做个香蕉西瓜的形状，好，弯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上翻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到左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你哋做得好好、哦、好，之后咧到只脚啦，慢慢提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到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，好，我哋伸直只手，然之后咧坐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到最后尾咧，小腿接住条毛巾夹喺个膝头哥小腿嘅中间，好，叉住条腰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，哇！你哋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，相信咧啲伸展嘅运动咧难唔到你哋咯。咁到最尾咧，我哋要做翻啲拉筋舒缓嘅动作。好啦，我哋开始啦。其实咧，呼吸都好紧要噶。每一次咧，我哋可能有时你哋会觉得做嘢好唔做功课时候啊，或者个人嘅心情啊唔系咁好咧，我哋咧就可以做呼吸。好，俾只手指我，呢个系个蜡烛嚟嘅。我哋呼吸，吹熄啲火，再嚟多次，我哋做五下蜡烛，吹走晒啲唔开心嘅嘢。好，再蜡烛 ，OK， 好啦，我哋由头开始伸展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到手仔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左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腰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保持呼吸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到只脚啦。我哋只脚咧，我哋唔好含背喎。好，坐低，个人挺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另一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
哇，我哋咧做完呢个拉筋嘅动作咧，系咪觉得个人咧好舒服呢？好啦，今次我哋呢个咧毛巾操咧，咁就完成啦。欢迎你哋咧收睇我哋嘅私家操呢个节目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